玄通，你怎么来了？洛璃有事吗？洛神族出现叛徒，洛河城失陷，洛璃已经被邪灵子抓起来了。邪灵子让你三日之内赶去，跟他比试一场，胜者才能迎娶洛璃。如果你三日之内赶不到的话，那么三日之后便是他与洛璃的大婚之日。怎么会这样？洛璃他还好吗？没事，邪灵子对他还算客气。我本来想救他出来的，但我自己不是邪灵子的对手。牧尘，邪灵子非常难对付。我知道，但就算他是天蝎神，我也一定会把洛璃救出来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出发。千儿，走了。啊。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头发。那我先走一步，路上会给你们留下信号的。现在洛神族里面到处都是邪灵子的眼线，一定要当心。牧尘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一定要快。好。青儿，小心。千儿，千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的灵脉呢？千儿，千儿，千儿。你到底怎么了？牧尘，是我拖累你了。千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的灵脉呢？当时在白马城，慕白他情况危急，我就用渡魂诀把灵脉抽离给他了。渡魂诀？就是贺妖拿去给你治眼睛的东西。你们都疯了吗？当时贺妖就是用那个害我的。我知道，可以害人，但也能救人，要看怎么用而已。你知不知道渡魂诀有多危险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但我更怕他死。